对面制造警方东吴。问我一下，你们前面几家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前面跟你都是卡点儿。什么叫卡点儿啊？我这个是早晨6点的航班，旅客在候机楼唠了大半天了。你叫我从那个滑出来去往前面去，绕了400，前面插了4到5架飞机。你们指挥理念是什么？我们尽量让他每个飞机的能源尽量都是最少。这个现在已经是我这边已经安排是最优化的这个顺序。你为什么不照顾一下拉萨航空的飞机呢？我们是6点的航班，到现在前面从403我就把搬到前面的。不是这个问题啊，我们那个旅客在6点钟起飞的，等飞机等到现在唠了大半天了，叫我们我请你看看。那你为什么现在等到现在呢？我这个延误了这么长了，你叫我去滑了一大段。你延误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不管什么，我跟你说，不要管原因了。你这个我这个航班这么长了，你就应该叫我在前面几分，你还不照顾一下？前面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照顾他们？前面我给我插了4到5架，我是先正常滑出来的。像什么动物？我这个情况也现在跟你说了，你这个情况延误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也理解，也是尽量给你安排。你这个情况你提前刚才也要说呀。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，我跟你们打了40多年的交道了，我太难了。